雨冰，我们再成一次亲吧。你忽然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什么反应？我说真的，你答不答应？不是，我们不是都成过亲了吗？之前那次不算，当时我们各怀鬼胎，没有感情的成亲不能算数。你才各怀鬼胎呢！再说了，哪有女子成两次亲的？而且你都没有跟我提亲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，不论成多少次亲，三次、五次、十次，只要你喜欢，每天成亲都可以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哪有人天天成亲的？既然你不同意，那就把玉佩还我吧。不行，你给了我就是我的。你不跟我成亲，还拿走我的定情信算什么？我也没说不答应。那你同意啊？我也没说同意吧。同不同意？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答不答应？你那么着急怕我跟人跑了？对，很怕。那看在你这么可怜巴巴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吧。那我们直接跟叶云昭他们一起吧。啊？可是他们后天就成亲，来得及吗？交给我吧。兄弟，我怎么觉得是你计划好的呢？你觉得是就是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？喜欢吗？喜欢。